哥去撩妹，华哥估计一会儿出镜了。华哥，你要不切到那个摄像头，那也切不住你。下次我们弄个摄像头专门对着啊美女们，然后去撩妹。对对对，你弄个摄像头带你脑门上，然后跟着你。对，带在脑门上。走哪儿照到哪儿。特别是在外场钻石咖啡酒吧，哎呀，美女可多了，哎呀，我。脑门上。谁两小心，我他妈敲死他！你怎么这么狠，罪人？呀，我得把小花带出来。小花，对，没有你，成功率又降低了10%。对，小花是去打头阵的。小花直接就冲过去了，对着美女的那盘瓜子儿，留着哈喇子。我去了，兄弟们。你能活着回来，华哥。我得先打个预防针吧。我不敢去啊，兄弟们。不要怂，就是干。好，我去了，兄弟们，祝福我。去吧，活着回来，我们还需要你。兄弟们配合一下啊，互动一下。我们也看不见美女，怎么互动？你们在公屏上互动一下吧。华哥呢，害羞了，他都对着人家，背对着人家美女。愣着了呀。来，美女配合一下啊。姑娘，能否找你借支烟？美女说我不抽烟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帮帅哥点燃这支烟。没有火。姑娘，敢问你从哪里来？哪儿来？话说直得很。不像洛阳人。感谢他的眼睛会下雨。嘿呀呀嘿，唱起来吧。就在这月高声低的回音酒吧。嘿呀呀嘿，我撩妹失败了。就在这歌舞升平的回音乐队直播间，你走遍大街和小巷，没一家酒吧像咱一样呢。是谁抛弃了指尖？华哥接炸弹。是谁扫进了妥协？谁丢的？谁丢的？罪人哥哥，给力！我看到美女抽烟的模样，没一个人像你一样啊！是谁不懂得指尖？小的悲欢，胖哥丢了是吧？好，你个胖哥。不是胖哥。姑娘，能否找你喝杯酒？美女，能找你喝杯酒吗？再给我一些时间，和你旁边的帅哥聊聊天。姑娘，打我呀！敢问你芳龄几何了？多大了？今年有没有嫁人呢？还没嫁人呢。美女还没嫁人啊，兄弟们。嘿呀呀嘿，
趁早吧，找个好人就嫁了。就这样找一个夫唱妇随的，来美女配合一下吧。我聊成功了，兄弟们不要丢炸弹啊。嘿呀呀嘿，凑合着过吧。就这样夫唱妇随的经营的咱们的情况，来美女。嘿呀呀嘿，美女不能让我白唱吧。就这样不知不高的带咱们的回音酒吧，太害羞了美女。来美女，你走遍歪歪的每个房间，没一家房间像咱这里一样啊。是谁抛弃了节操，是谁洒进了妥协。出来看，我看到你刷礼物的时候，感谢大道哥哥，大道无比的帅呀。是谁不懂得赚钱难，还是晓得我们的悲与欢。兄弟们呢，我再去邀请一次吧，要不然你们就会刷炸弹了。美女给个面子吧，感谢贺龙，露个面。嘿呀呀嘿，来了两个，我聊了两个回来呀。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兄弟们准备好我们的白鸡啊，来吧美女们，聊一送一，成功80%。嘿呀呀嘿，在我们的酒吧还有一个帅哥啊，那长得简直就是张学友和刘德华。兄弟们呐，我不敢聊下去了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咱们的回音酒吧，威武霸气，我一定请大家一醉方休啊，聊一聊人情世故，还能你们的理想啊。来给美女喝个饮，走，一二三。嘿呀呀嘿，把礼物刷一刷吧，都聊上来了你们还不刷。就算你们没有礼物的兄弟们，还有你们免费的花花。嘿呀呀嘿，兄弟玩乐队不容易啊，真的。就算你没有礼物，把心点卡啊，点心打卡。嘿呀呀嘿，兄弟不容易啊，谢谢配合。希望能和你们每一天都相约在回音酒吧，牛。最后感谢大家，你们的礼物和花花，不要忘了点心打卡，还有关注啊。最后感谢我们的美女帅哥，现场的美女帅哥给我们的配合，这个以后会经常有，希望你们
在我们的酒吧过得开心呢、啊、谢谢大家，成功了，谁刚刚刷炸弹的站起来。